对啊，他被锁起来了吗？请问我可以跟他一样走过去吗？他明明就是行人道啊，你为什么不能走？问题是他是行人。下回。啊，这边没有路哎、欸。对啊，酷吧？是不是？那个红绿灯是发生什么事情？那个是更好的问题。这么酷炫。